风花烂。家庭，并邀请他们的梦幻嘉宾上门共进晚餐。这是大溪地，法属波里尼西亚118个岛中最大的岛屿，跟我们原住民同属南岛语族。谁来晚餐这次来拜访一对舞者夫妻，太太是台湾赛德克女子，以及她志同道合的大溪地老公。这对新婚夫妻面临了哪些异国婚姻的烦恼呢？这份远距情缘也连接了一段华人百年移民迁徙的历史，这是怎样的故事？姑木瓦利斯32岁，在夏威夷大学主修人类学时，为了纾解压力，就此迷上了大溪地舞。二十几岁的时候，我会觉得跳完非常的爽，因为我就觉得哦，暴汗好爽。可是现在在跳舞的时候，我只是享受当下，就是当下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的舒服。大溪地舞是什么？九年前，姑木遭逢很多误解。可能我们的衣服服饰呢，就是比较露，所以就会有一些人会想歪了，在看说我到底什么时候要脱衣服这样子。他想邀请谁来共进晚餐呢？我想邀请纪晓君、张布衣，然后因为他唱歌非常好听。铁道刘34岁，热爱美术设计，台湾人总是直接对他说国语或原住民话，他其实是大溪地第四代客家人，在台湾快一年了。他非常想念大溪地。Because everything is so beautiful, the flowers, the nature, the ocean, and the people are so kind here. And of course, the food. I miss the food. 铁烙现在也喜欢台湾食物，包子、牛肉面。他想邀请的是谁 ？I'd like to invite Matsuka. At least meet him because.I really like his style of music. 姑木的妈妈艾碧莫娜57岁，在梅西部落经营有机农场。因为我学护理的嘛，所以我就想说啊，如果大家都能够吃到健康的，然后又能够让部落的那个经济啊找回来啊，我那个女儿真的是哈、哦、个性啊，我发现到就是哈、哦、大概跟着我们吧，哎呀，就是很理想性。然后有时候现实又顾不到，那他爸爸也是这样子啊，就是很理想性。要有人帮他想邀请的嘉宾是罗马假期那个奥黛丽·赫本，可是开玩笑的啦，费玉清。姑木的爸爸瓦利斯·贝林66岁，是现任监察委员，热爱做个好农夫。环境你适合就是表示好的，你讨厌的很臭、败坏的东西那就不好的，嗯。他最想和谁吃饭呢？我想邀请蔡培慧委员。在神秘嘉宾还未到访前，赶快来认识这家人吧。姑木和德烙都是大溪地舞者。八年前在夏威夷初见面时，姑木的双重特质煞到德烙，就觉得说这人看我的眼神不太一样。Oh, she's cute. She looks calm. 四年前，姑木到大溪地进修，两人才开始恋爱。铁烙尊重女性，又愿意倾听的暖男好个性，让姑木认定了他。但一年只见两三个月，远距相思很折磨人。我自己回去台湾，我就觉得很痛苦，因为就是很多很多的不确定，让我觉得说到底。要不要继续还是什么的这样，因为我是一个个性很急的人，我会一直问。可是他惊骇地发现大溪地人是不结婚的，每个场合都会问你什么时候，老人家就会坐在旁边说
什么时候吃一下你的猪肉？当我把这个困扰跟他讲的时候，他会不了解。他说：“你干嘛一直逼我 ？”My parents married after me and my brother were born. And even I see other friends, other couples, the same. 后来他来到台湾之后，他看到这么多的人在问我，在问我们，他也觉得压力好大。最后决定铁烙先嫁到台湾，因为大溪地工作机会少，又讲求关系，姑母只能教中文或是当导游。像铁烙当初要来台湾，他也是挣扎很久，那时候他就觉得他还不足，还不够，所以就想要读艺术学院这样子。这里是台北的教室，姑母这批子中学生，不少人也曾跟着姑母到大溪地跳舞旅游。姑母说他们也是疯子。大溪地舞它不只是舞蹈，它也是一个文化，对。然后，所以我觉得，而且它对于女生身体的尊重，让女生可以表现她自己非常漂亮的地方。姑母最近压力超大，她和铁烙创作的大溪地神话舞剧即将演出，姑母做幕后编导，铁烙要说故事、指挥、打鼓。有铁烙在，姑母军心稳定又开心。今天来探班的是长荣航空的机师。台湾很少见到大溪地人，爱聊天的铁烙狂说法文。I do feel lonely because Tahiti is very small island, very far from everything, and a lot of Tahitian are spread around the world. Most of the time, we're trying to get close to each other to remember our culture or just even to talk our language or share the food, share the stories, it's very important. 舞剧演出后，铁烙和姑母要回大溪地三个月。铁烙满脑子是大溪地生鱼沙拉。他们的生鱼片会加那个椰奶，然后柠檬。But having Tahitian dance here and always busy help me focus, change my focus.姑母家有三个小孩，妹妹远在菲律宾的中学教中文，弟弟在神学院研修。姑母调皮的昵称老爸瓦哥，老妈爱姐。长大之后，就是比较可以正面跟爸爸，可以跟爸爸聊天。可是从以前就是，我们把事情表达给妈妈，妈妈再转告爸爸，爸爸再转告妈妈，妈妈再转告我们，这样就是这样子的沟通方式。姑母家在南投梅溪，离埔里很近。这里是赛德克族聚落，美丽的天主堂就在山坡上。神父来自越南，这天是60周年堂庆，族群文化融合得很奇妙，有国乐团来祝贺，也有原住民歌舞。这你们家的猪吗？烤猪油滋滋，让人肚子好饿。这是姑母家赞助的巴莱猪。我们想说，让教友们大家分享一下这样。瓦哥日常最享受的事，就是回到爸妈的农场。梅溪真是好山好水。我就自己用怪手，慢慢弄，慢慢弄。我太太就不知道怎么办，她没有做过农，也刚开始也不想。他们去韩国、日本学习用微生物汉方做饲料、肥料。这种循环共生的好农法，猪圈底层铺木屑，居然没臭味，也不会洗，没有排出去，所以完全零污染、零排碳。我们有差不多60公分的木屑，那大概3-4年可以换，3-4年才换呢。瓦哥心心念念推动部落的合作经济，从政太忙碌。期待姑母做人类学者，他却转弯跳大溪地舞，出乎他的意料。我们感受到就是觉得很特别了，为什么突然是这样子走的？当然，当然我们说这个地方，也让他来，我看他已经没办法了，已经走到那个他很有兴趣的地方了。我们大概有10个小农在做，去学，一边学一边，等于是公田共耕共学了。
所以组合起来就变成一个大的一个农场的概念了。艾姐跟着瓦哥从政服务四处搬家，她在人寿公司有喜欢的工作。九年前瓦哥想做农夫时，她很惊慌。我不是不爱种田，没有压力的田当然都很好种，他就没有那么收成好或是不好都伤脑筋。艾姐很可爱，把好能量好蔬果拿到乌木教室展售。看到我女儿啊，她也有很多那个妈妈们啊，小姐们，哎，我想说他们这样那么喜欢运动的话，应该很养生吧，所以我就跟姑母讲说，哎，我是不是可以拿到你们教室去啊，摆在那边一包一包的这样子。艾姐讲到老公和女儿一模一样的顽强热情和理想性格，差点流泪。我自己这样一路看到我是蛮感动的，因为从前那个要怎么讲啊，就是过程不是很好啦，就是不很辛苦这样。谁？姑母啊？我们妈妈，我们全部妈妈有点那个流汗我等一下再讲啊姑母哈，你看以前看起来乖乖的这样子，可是其实内在哈，因为我后来发现到她双子座会担心啊，她那么已经九年了你知道吗，然后就想说怎么我们还是那么的辛苦啊。瓦哥他完全明白姑母的向往和困境，好像解决不了他的生活的需要，但是呢他好像就变成离不开这个，但是他要很辛苦的教，要传言传递，要组织，然后还有剧情什么东西整个还有编制啊，编制完全都半夜到半夜凌晨都还不会睡觉。哎呀我实在是看不下去，我跟他讲说，哎，那个迪化街那个假花这么多你每一次，我说每一次跳舞，那不是有很多跳舞导师他们都是这样子吗？你就随手，你就准备嘛，到时候要展演的时候你就拿出来用。他这样编织哦，然后白了我一眼，你请尊重人家的文化。哦，我那一次有被他想说，哎呦，这个小孩子真的是。还好我们在做农啦，这基本吃的大概没有问题了。要吃什么给他没有问题。编织到半夜是什么意思？大溪地舞的舞衣非常讲究，是用新鲜花草编织的。演出前一天，舞里的学生疯狂赶工。两点刚，三四五六四个小时吧，才做好一个。她老公还有帮忙做哦。他们跟着姑母学舞八九年了，保守的家人也从生气变成懂得欣赏。我会偷偷看着他们，有越来越好看了。我觉得我们不是只有在学，我们也在学一个文化。我们也不敢乱跳，就像我们不希望人家乱跳我们的传统舞蹈一样。年年办全国比赛展演，给自己太多使命的姑母，额头上还有车祸的心疤。很累的时候，你就会想要用吃拿去让你醒来这样子。两年前我就知道我平衡坏了，时间好像这样啪就过去了，就是哇已经两年了我还没调整，所以我就是一个想要跳舞的人。可是后来我发现到，哎，我做这么多事情怎么让我没有办法跳舞了。那我也知道身为舞者就是该减肥，不管是追求认同感还是追求梦想等等的这样。反正结婚之后我就觉得自己很稳定，就会回归到自己，就是会想到自己。是这个先，先绷吗？要正式演出了，天哪！每个人有三套舞衣要完成。瓦哥、艾姐今晚会出现吗？姑母忙到不知爸妈的行踪。家庭聚会的时候，我爸妈就很喜欢叫我们两个表演。才艺一起。一切准备就绪，舞蹈即将开始。这是大溪地开天辟地的神话故事。
那就是很棒，很棒 ，B B B， 很棒。爸妈和家人一直是姑母的后盾，他们会把泄气的姑母拉回跳舞的初衷。你只要回到家，家里就说：“哎，你要注意一下你的身体啦，你不要一直忙。”你知道，你讲到听到这种话，虽然心情会烦，可是想后面转个弯想，就觉得哎，他在关心你，然后他也在心疼你，然后你没办法跟你的旁边的人讲，你不是。要找人发泄的时候，就会直接跟我讲说：“你应该这样想吧？你怎么会那样想？”姑母常常会被一些白目问题给逼急了。你本身原住民，你干嘛不推广自己的文化？然后我就会想要回他说：“我是原住民，但我也是人，人都有自由去选择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所以你为什么要框架我？”所以就，对啊，那你为什么不穿放合舞跳舞？姑母没有钱，为什么还要贷款到大溪地呢？公视2018十一月给你满满的精彩影片。有了，人家有个人在接应了，怎么办？那我来玩。拍摄八种台湾限定的原生物种，记录八位坚持生态保育的特有种学子。全新的视觉经验，生态与 VR 的美好相遇，台湾特有种。您的一票将牵动台湾的未来。公视请全力7小时接力报道，知悉最新计票结果，连线竞选总部画面，最精确的开票实况，逐鹿百里侯，2018九合一选举开票特别报道，一起搭乘小岛号时光机。穿梭山海河与开发现场，看看20年来有哪些变与不变，记录台湾环境20年，我们的岛。11月锁定公视就有好事。你妈嘞？我不知道。去跟她说，女人不要说让人家看不起啦。妈，干嘛？我要跟一个我喜欢的人告白。真的不能说。我发誓，我发誓。我是你们的女儿。大家好，我是小月。我在这里打工，然后我做的是酒类行政。哎，放开啊！每周日晚间8点，20之后就在公共电视。我们从现在开始要保持最佳的体能状态。看公视20之后几点拿大奖？9月30日起，每周日晚间于节目播出时段，同时至公视 App 20之后参加几点活动。将手机靠近电视比对声音成功，即可获得1点，集满7点就有机会获得布置2人用电动可躺式沙发 GoPro Hero 6。活动详情请上20之后节目官网或粉丝团查询。野生动物界不同领域的狩猎高手，不同的天生赢家。猎食动物看猫科猎手，奇妙的鸟类看他们如何征服世界。猴族的故事看聪明的求生技巧。11月3号起，周六晚上8点，生态全纪录就在公共电视。谁来晚餐拍摄小组飞了15小时12000公里，来到南太平洋的大溪地。今天谁来晚餐拜访的是爱上大溪地舞、收入和付出不能平衡的姑母。每年她要回大溪地享受跳舞。这一段时间是我最快乐的时候，很单纯，这本来就是我的初衷。其实我的初衷只是当一个舞者，然后跟一群人跳舞。回到大溪地的还有思乡的铁浪，两位编舞者把握时间，和大师马告、寇海一母女挖宝，吸收大溪地舞的精髓。
because you two will go into life, because both of you love the same thing in the culture. And then, so what I want you two to do is that to learn the language, to speak Tahitian, to really start learning that. I saw a picture of Kumu. She lost so much weight. And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now. Da Xi Di Dao 比台东县的三分之一还小，是法属观光胜地。高更在这儿画出朴素的女人和花，族群多元，热爱花草花环。德劳和姑木最快乐的就是在有神圣能量的石头遗址观摩舞剧的排练。Here you can feel the nature, the mana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show. Marae is one of the most secret place for Tahitian. 阵容庞大的舞团敲打着波利尼西亚人的石头文明，歌声震撼身心，难怪姑母爸爸说女儿离不开大溪地，这里就是他灵感创作的秘密桃花源。想度假时，姑木德劳搭平价渡轮到不远的莫利亚岛散心。蓝色系湖闪闪发光，住不起贵桑桑的蜜月小屋没关系。德劳说什么，姑木都开心。那你们度蜜月要去哪里度？就来这边啦，还能去哪？姑木这个月光族每年来大溪地学舞，其实得借钱贷款。像我们去海边其实不需要钱的，所以有很多的照片大家都好像觉得说，哎，好羡慕他，好很像来这边玩这样等等的，因为我回去还是要赚钱去还这些贷款这样。两人共组家庭，体会到物价差异，泰劳变成太贵先生。Again, 太贵太贵，什么都贵。很好，是不是太贵了？大溪地盛产黑珍珠，不少是华人家族经营的店。在大溪地的黑珍珠非常非常有名，而且黑珍珠有分不同的色泽，有的非常的蓝，然后有的有偏紫，然后有的就是偏黑。Hello, are you going to buy me a purse? Hello 擅长设计非常酷的 T-shirt， 也做暑期美术老师。有钱一定努力赚，一口气连教三个班。你好，你好。原来这位小朋友的家族来自香港。It's very interesting, exciting too. You see that they want to learn, they want to do things. Right. 老离家快一年，回到大溪地和家人一起就很快乐，尤其见到弟弟。We've always been together.Play, sleep, fight. I pretty spend my life with him, always. 星期天是大溪地人最重视的休息日，大家会起个大早采买家人爱吃的食物。中央市场不少摊贩都是说法文的华人面孔，市场好热闹。这家广东烧肉，中式菜刀，超厚木砧板，是热卖的排队美食。The best. We have to come here early because the line can go right over there.北澳最想念的生鱼是在熟识的超市采买，鲜红的黄鳍尾，台币才400块上下。
公安兵还有公安兵。不过得劳家人正忙于外汇工作，星期天大餐是和阿姨和姨婆一起享用。大溪地早上很凉爽，有露台、大窗，早餐满桌，法国面包、黑咖啡、生鱼沙拉，一定要加上新鲜的莱姆和椰奶。Oh yes, I miss every. I try to make in Taiwan, but it's hard to get fresh coconut milk. Fish too can find, but not everywhere, and it's a little bit expensive. 太贵 in Taiwan.This one? Okay. 这是椰奶芋头叶蘑菇炖鸡。So this one is chicken fafa. This one is banana. So you cook the banana first. After that, you take it off, and you put some coconut milk. 木瓜也可以配椰奶，或者挤上柠檬汁。很好吃。And after the big meal, we like to sleep.Because we're so full and so many food. 大溪地女人特爱在法上簪花，也是舞者的阿姨说起，一百多年前舞蹈刺青曾经被外国传教士禁止。Depuis petite, ma maman nous a toujours interdit de porter des fleurs. On n'avait pas droit de porter des fleurs depuis petite. Since they were young age, the mom always forbid them to wear flowers.Only family, only in her family. Why? Yeah, ma grand-mère, sa maman, ma maman, nous n'avions pas porté, on n'avait pas le droit de porter des fleurs et se mettre en pareil. Oh, no, they cannot wear flowers and they cannot wear dress. No. Cannot. Ça, c'est interdit. It's forbidden. Ah. Mais maintenant, c'est ouvert, c'est open à tout le monde. La génération a changé.大溪地男女几乎都刺青，得劳家族的图腾是守护神鲨鱼，图腾有能量，也是年轻人的族群认同。Each family have the guardian, and if you get a tattoo representing your guardian, then it has mana. If people are cursing at you, and it's really strong, you can call for your guardian to come and reject everything.Then you have the mana coming from. 早餐结束，姨婆换上一身白裙白帽上教堂。哎，这个整套的。去教会的时候，就是妈妈们就会比那今天谁戴的最漂亮，谁穿的最美。大溪地人最重视的周日早餐时光，爸爸和弟弟要打拼赚钱，得劳陪姨婆吃完早餐还得回去帮忙。喜欢美食的得劳爸爸做的是便当外卖生意。But every day I come here at 4 o'clock, 3, 4 o'clock every morning. 山猪，爸爸会说客家话，珍贵的山猪肉，他说是山上打猎来的，是真的吗？Nah, that was a joke. No. Someone, a client, brought it over, wants me to cook it. First day. 便当菜色很多，撒着葱花的鸡腿饭、面饭双拼，要送去六个超市。这里是得劳老家。他从小是祖父祖母和听障的姑姑拉拔长大的，和比手语的姑姑很亲。周日生意很好，熟客下单烤猪、烤鸡、烤小牛肉，从周六晚上忙到周日清晨。You see in the oven? Okay, I got four. Like sometimes people come and order for.300-400 chicken, whole chicken, to cook, to roast. I do it. 弟弟这天忙着烤纽西兰小牛肉，兄弟俩十三四岁就进厨房，假日别想到海边玩。Right now, I'm really thankful because I know how to cook food and I enjoy cooking food and I enjoy how to I enjoy it.
学习里。爸爸喜爱厨艺，也期盼儿子承接他的事业。Every day you learn, every day, yeah. And then I'm gonna teach it, teach my children, and they're gonna do it when I finish, you know. 在夏威夷读完大学，腿烙一直是舞者兼爸爸的伙计。当他考虑到台湾和姑母结婚时，爸爸正要做换肾手术，他很挣扎。The relationship that we have is only work, talking serious thing. Sometimes we're joking, but that is a little bit more keep. I had to make a choice. I passed my 30 years old already. Now I'm 33. It's time for me to construct my life. Yes.还好有弟弟支持 ，Alex 个性直，难免和老爸为做事方法争执，但他俩磨合的好多了。其实老爸也会流眼泪。He came to see me at the airport when I left last year. He was crying and then fast and then okay. At least he came to see me. I understand his way.妈妈关心的是腿烙缺不缺钱，大溪地母子的亲密是姑母另一个 culture shock。She told me, son, go. It's your wife. You need to live with her. My auntie told me that sometimes she go in my room. You know, like she to find maybe some part of me in my room.大溪地家里是一定要碰到，一定要摸到，一定要 hug 到，然后一定要讲话到我才会觉得有那个这个 close 的感觉。因为有时候我也会想到我妈妈跟我弟弟的那个相处的情况，这样不会有吃醋的感觉，只是他们相处的情况会让我觉得哎呦好亲密哦。但是如果我是不知道，如果我在那边住久了会怎样？大溪地人很慢活，尤其能聊天，常常说拜拜后再聊二十分钟，姑母只有等待。大溪地人见面会亲吻双颊，尴尬的是和陌生的亲戚要亲额头。只要有嘴唇触碰的那种，哎，我就会觉得，哎呦，真是太亲密了吧。至于大溪地婆婆又会怎样表现她的主权呢？2018台北市长选举电视辩论，五位候选人首度全员到齐，畅谈首都施政愿景，端出有感政策牛肉。五方辩论交锋，精彩可期。公视全程提供手语服务，网络直播。2018台北市长选举电视辩论，11月10号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公共电视。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为什么他就是不跟我那个？他不会是 Ryan 有什么毛病？我们都是为了赚钱，不是吗？我知道为了赚钱，但你不要拿美国经验复制台湾经验，好吗？什么时候跟我回去旧金山？好幸福，努力的下班啦！谢谢你一路陪着我完成爸爸的愿望。每周六晚间9点，双城故事就在公共电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你真的没有一天不如哎！宋一凯，你流鼻血了！卫生纸，你们等一下。不用喜欢我，你只要对我负责。你干嘛要容忍我的脾气啊？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会这样，我也不太能出门，你去很多地方我都不能跟你去。你到底有没有在尊重我？我不相亲，不交女朋友。不结婚，那是不是因为我的关系？如果我说是呢？你想要昭告全世界，我们学校出了一个虐杀自己小孩的凶手，我们还把这凶手找回来，让他任职，让他赚钱吗？你要是知道我跟魏忠贤有什么过节，你会发现我比你想象中的还有用。11月19日起，周一至周四晚间9点，8号公园。迷你电影院，原来你真那么胖的啦！单亲妈妈很寂寞啊。刚好就好了。你一个人去台北要干嘛？还要跳舞比赛。
我快来不及了。你要干嘛？帮忙一下，我来不及了。为什么小孩子啊？每周日晚间11:30，迷你电影院。今天谁来晚餐来到南岛大溪地拜访姑母的公婆一家人。大溪地人喜欢住在花木扶疏鸟叫虫鸣的山上。妈妈是波里尼西亚人，来自美丽的离岛环礁塔哈岛，说法文和大溪地话。白天她做保姆照顾四个小 baby。 姑母那帮哥都你也没得黑老家院子里都是果树，龙眼、荔枝、葡萄柚、芒果。Cover tree. Ecco di drago. E acciuro mattai. 这天晚上，爸妈邀请朋友、姨婆、阿姨来聚餐。爸爸做猪肉蘑菇蒸蛋、炸春卷、吐司虾托、生鱼沙拉，弟弟端来一大盘烤猪。Crispy, yeah, yummy。我跟婆婆的话题就是有关于吃，跟婆婆就是每天见面问好不好啊，然后一起打扫。反正很多东西不用语言。晚餐在院子摆开长桌，喝红酒。非常吃，是的，非常吃。Good, very good. 高兴吗？高兴。吃很多，高兴了。嘘。这样我爸爸妈妈会知道，我说我受不了。受不下。宝贝老大铁老不在家，亲爱的妈妈，这一年心情还好吗？Je pleure moi. Oh, she gonna cry. 想太多就哭了。J'ai l'habitude que mes deux garçons ils sont tout le temps là avec moi. Toujours, même si y a ton frère qui est là, vous me manquez beaucoup, beaucoup, tu vois. Même si je suis toute seule ici avec papa, et ça me, c'est ici.She feels hurt. 不过老妈这时展现个性，半开玩笑半认真的重申主权。Merci de Marie avec eux, mais c'est moi d'abord. J'ai pas encore coupé mes comptes avec vous deux. Même si lui il a sa femme et toi aussi, mais c'est moi d'abord. Moi je suis devant votre nez, pas derrière le dos. Non, je suis pas d'accord. 妈妈说话，佩洛直冒汗。就是在不管有没有老婆，就是妈妈还是第一个这样子。Father is not the same. No, just we don't show our emotions. Maybe we miss, but sometimes you know, you just nothing you can do. 爸爸是大溪地第三代华人，祖父祖母从广东深圳搭着荷兰人的船漂洋过海来种甘蔗，就此落地生根。They came here as slave. Some people told me that you're going back, back to the history, you know, because my grandparents are from China. My son is getting married to a Taiwanese, you know, and even they say that the population of Tahiti are from Taiwan. 那台湾万里姻缘一线牵，爸爸也赞叹缘分如此奇妙。So this is Tua Ta. This is where, oh, first of all, we have the pass. But I'm happy because Heiwa is always a great moment of the Tahitian culture festival, and it's always like full of feelings. Everything is like.It's like fireworks, like b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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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h. You're gonna feel because you can be in front. Okay, let's go. 跳舞吗？当然会很想啊。我可能看完之后就会很积极瘦身了吧。
每年黑瓦武道大赛连续18天，是大溪地最重要的事情。2017年，他俩参加的舞团还得到团体冠军，这也是每年姑木到大溪地观摩收获满满的时刻。80多个团队，武术舞者、音乐团队，浩浩荡荡上场，全新的拥抱自己的文化。小时候一直觉得说台湾原住民是一个很孤单的群体，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很孤独。但是我一到大溪地这边，是因为这样子的相似背景，让我们知道说啊，原来我们还有彼此。棒很棒很棒 ，explosion， 很棒，很棒，很棒。今天是神秘来宾来吃晚餐的日子，姑木爸爸瓦哥，哎呀，居然记错约会时间，临时不能出现。艾姐到农场采收最新鲜的生菜。养生啊，这是釜山莴苣，火焰生菜，这是波士顿生菜。艾姐和舅妈合作一道赛德克族的迎宾饭，煮好的红豆加上圆糯米，蒸煮出来有独特的木头香。待了半个小时就好了，20分钟哈，半个小时吧。今天真的国际风味大餐，大溪地生鱼沙拉、法式焗烤奶油起司马铃薯，还有一道腿烙自创尾鱼拿手菜——芝麻罗勒煎尾鱼。肉跟病。什么？再讲一遍。冷热啊？叫什么？冷热鱼。我in French is just 热跟冰。重点是外面熟，里面生，双重口感。非常好吃，我最爱的一道。你如果负责吃哦，你嘴巴就要稍微甜一些。有啊，我都会说了吧。神秘嘉宾是谁？腿烙有第六感吗 ？I guess woman。因为我都觉得他们可能，我讲的人应该都很忙。我现在可能觉得会来就是蔡培慧吧，因为她是姐姐，你知道吗？就我看我小时候看我长大，然后又是我爸爸的，就是好朋友这样。到底是哪位嘉宾吃到这些好菜呢？是关心农业经济的立委蔡培慧。卑南金曲创作才子桑布依，永远的金嗓小哥费玉清，还是台湾族雷鬼歌手 Masca 呢？谁来晚餐专车即将出现，到底谁会来到南投梅西部落呢？是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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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个，千万别走开，下一段即将揭晓。你每天感受到的压力可能会要你的命。血圧が高かったのはストレス。血圧が高くなるとまた余計心臓に負担がかかるでしょ。だ悪循環になっちゃう。压力在特定情况下可能引发致命疾病。If we're under chronic stress, we change our immune system. You have a stress, this really cancer cells initiation point.压力也能促使无害的细菌变成致命杀手。Stress-related heart attacks and strokes are in fact related somehow,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o these bacteria. 压力无所不在，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命。我们要如何自保，避开这个沉默的杀手？周五晚间10点，公视主题之夜，压力杀人真相。
你要搞清楚，你来问刀朵是你家先讲好的，我没有答应。你明明就有答应。他可以离的，我没有答应过。喂，我爷，哇，你那恁两个现在创啥会？你知道，要不是没钱，我也不想做的。一个糟囡仔啦，穿安尼不知穿什么鸡蛋。哎，你够了，我今天真的很累哈，没力气跟你吵。你现在是什么态度啊？啊？你到底有没有家教？你父母是怎么教你的？我就是没家教，怎么样？他是肺腺癌第四期，存活率不高，他又不愿意接受化疗，所以目前医生是用抗癌治疗控制他的病情。11月4号，周日晚间10点，公视人生剧展，大龄室友。哦，谁来晚餐呢？别哭！这位客人是卑南族创作歌手方古一，获得多项金曲奖。他的母语歌谣感动了国内外无数乐迷。在我的部落，在我生长的地方，会到别人家吃饭是一件很常的事情，所以对我来讲 ，OK。饭前祷告后，桑布依看来食欲非常好。开动，请用。哎，这个是那个，哎，这个啊，这个是那个特别的红豆糯米饭。红豆糯米饭，对，我没有吃过哎。但是好，虽然我是原住民，从部落长大的，还是第一次吃到的。爱姐示范传统，正宗享受红豆糯米饭的方法。我手洗过了呢，我示范一下。我们也是，抓到远远这样子。对，这个比较好吃。对啊，弄手。大概是这样子，然后配咸鱼。他不太会听中文，一点点，跟我一样一点点英文。所以大溪地的他们的吃的，要跟法国人，跟法国子女嘛，不。Grada 好难啊！佩洛也在现场凉拌他最爱的生鱼沙拉。他的也很好吃嘞。大溪地的蟹蟹叫猫鲁鲁。猫鲁鲁，猫鲁鲁，很像我们的话。桑布依是卑南族人，老家是台东知本卡地布部落，有非常好的文化传承。男孩子从小，因为我们是母系社会，男孩子是嫁到女孩子的家。我们没有财产，我们的财产就是我们的刀啊、牛啊。佩洛和姑母的故事，桑布依用心读过资料，他知道大溪地人不结婚的传统。婚姻跟结婚跟你们很像，没有结婚这样的，只有吃饭啊，就到女孩子家，我就进去她家了。就你很懒惰啊，就试用不过就会被退出去。怕部落的音乐流失，也想让在外工作的人有家乡的音乐可依靠。桑布依开始录 CD。我会走到音乐这个地方，是因为我只是想把我以前所学到的古调啊，跟音乐，因为我跟老人家学了很多在部落。就是原住民歌手在都是我们。在外面读书的年轻人的一个慰藉，是吗？每次很想家的时候，那这些音乐是让我觉得有归属感的。桑布依说，吟唱古老的歌谣，其实也是灵魂疗愈的灵丹妙药。有一种疗效，音乐对我们来讲，你生病，然后可能借由几个人的音乐，借由烧个火或者是吹个笛子，这是很好的一种治疗的方式了。有的时候，现在的病啊。有时候先治疗你的灵魂，会比较重要。真的是在部落长大的嘞，完全了解。因为这样讲的时候，我就想到我的阿嬷以前，如果是生病的时候，雅吉啊，他就是唱歌，对，呻吟，把你的痛苦，把你的不好讲出来，然后我们就是，这也是一种分享。桑布依做过铁工、油漆工，因为胡德夫、巴奈的引荐，桑布依走上了舞台。妈妈帮他缝制表演服装上的图腾。虽然从退伍，21岁就退伍，担任部落的青年会副会长3年，
会长三年，我几乎都没有什么收入啊，每个月。然后其实我爸爸他们也没有说一定要我给家里什么钱，但是我非常谢谢家里面的人支持，在我去学习部落的文化。你觉得我穷啊？不是啊，我是学到啊，我得到很多。也许祖先吧给我这样的机会，让我桑布依的语言有传道者的魅力。姑母也自捧这几年压力责任，让他矛盾不已。我23岁就当自己封自己为团长这样，但是我自己我没有办法，我跟平衡舞者跟经营者的身份，所以我多透支。对，我透支。对，所以又变胖啊这些哦。我有一度两三年我不会自拍，我不会拍自己。然后如果他要拍我，我就说你不要拍我。然后现在学生看到我跳舞，他们都会流眼泪，他们就说我很想你，就是当你跳舞的时候，我就是才他们才觉得说，对对对，他才觉得说这才是你。不要啦，你想太多了啦。我觉得会跳舞就继续跳舞吧，去。跟自己身材的东西就这样而已吗？你的目标不是吧？没有啊，去跳舞啊，去跳舞啊！你要找到一个信仰，这个很重要，或者是两个夫妻互相的支持，这就是信仰，这个就是这就是很直接的力量。我们一辈子都在做自己喜爱的事情，那这就是我对我自己的交代。艾杰很好奇，为什么桑布依和其他年轻人不同，特别喜欢和老人家聊天唱歌。高中一年级就会遇到其他部落的孩子一起读书嘛，然后就听到我们班上的阿美族、排湾族都会用族语来讲话，我就觉得哇，超屌的，我想那是超厉害的，然后就很羡慕，我就开始叫妈妈叫部落的老人家跟我讲族语，然后有时候老人家会把我带到他家，你就来我家，然后我跟你讲，我教你唱歌。我跟你讲故事，我跟你。艾姐发现桑布依和老人家学习的智慧经历，就和老公瓦哥几乎一样。学校回来，他就是喜欢跟老人家聊天，所有的想法跟观念或者是核心价值，应该是老人家那一段时间给他的。那我爸爸一直跟我讲，你偶尔你有空，你就一定要来田里流汗一下，不然家里的土地会不认识我。不要都是谁？有没有听到？我也到农地去跳舞。说到瓦哥，桑布依想到要问姑母怎么看待名声响亮的父亲。因为我知道瓦利斯贝里嘛，这个长辈他们是当初在原住民改名的时候嘛，很努力嘛，跟胡德夫他们，还有反正就是政治人物嘛，很年轻的，有没有影响在你们家里？从小会不会？我们家三个小朋友，就是我弟弟、我妹妹，我们出去都会跟大家，就是都不会透露我们是瓦利斯贝林的孩子。刚以前啦，很生气的是，比如说你可能得什么奖，然后大家就是说，你可能是你爸爸是瓦利斯贝林，你才有这个奖的这样。当时姑母对身份认同有困惑，她傻傻的要做符合原住民刻板印象的事，唱歌、跳舞，甚至喝酒。运动会上还要硬撑，因为我本身是有气喘的人，然后呢，然后我就是为了要符合原住民，然后我就是对我就是用力跑，我已经发白了，然后那个我还是要跑，把它跑完，一直到我到大夏威夷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我就看到他们在传承自己文化的时候是这样很非常的辛苦，想要去写我自己。有身份就是有关于原住民东西，我有很多的报告都是我跟爸爸一起创作出来的，几乎每一个礼拜都跟爸爸通电话，只有在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慢慢了解我爸爸到底在做什么事情。经过认真思辨，姑母也才勇敢地做自己。姑母笑说，瓦哥是过动老儿，到处忙，不然会和桑布依得闹小酌一下。嫁到这里习惯了。他们没有嫁这个字，我没有办法翻。Everything okay. I like to be able to live with my art, 画画。Right now I'm using digital art because it's, I think it's easy to share, to spread, and now I have a community to exchange. 事情的图案这样子。我也常常设计图，给我们传统的啦，对部落的年轻人。你继续吃，他想要跟你分享一个故事，有关于土地的。
So when we are born, we always keep the cordon, you know, related to the mom. And then the mom will put in the ground. And then before we put the tea leaf to let it grow. So that's why we always have the connection back to our land. 南岛民族价值观和习俗真的很相似，不过泰劳和姑母的小孩将要学习多种语言。French, English, Chinese, Haitian, Serac. 还有一个万大语嘞。And mom say Ataya. 加油！好可怜呐。It's gonna be the life. 不会啊。都很像嘛，然后那个波利尼西亚群岛啊什么的，对对，很像我们原住民的自创的歌曲。对啊，很多都是这样子嘛，对对对，对啊，海洋的声音这样。可以。方布依也要回赠部落老人家教他的一首祖先的叮咛。哇咿呀咿，哦啊咿呀咿呀呀，哦。在桑布依灵魂里的咏唱中，也祝福勇敢的姑母得劳一家人，有最爱的人一起相伴努力，超幸福哦！我觉得，很享受，不是在那个吃饭的享受、食物的享受，在灵魂的交流里面，在生命与生命之间的交流里面。其实更丰富我们彼此自己了，我觉得。就是文化哈，已经在他的脑子骨子里面，然后让我觉得说，原住民的未来是有希望的。Just want to say thank you to everyone, to you guys, to Mama, Papa, my wife, and also for the guests who came, Sampui, and I was very.Happy to share the meal, to share my cuisine, and 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谢谢你，马鲁鲁。我非常开心，今天终于看到桑布依。那因为他的歌曲真的让我在，不管是在求学或者是在进修，在大溪地进修的时候，就是给我很大的安慰跟动力。按照他的，不是你要，我们这样，可能要剖酱。把你的爱心放到啊，不行哦，也太困难了吧。胡佑仁27岁，从网红成为出道艺人，他是 gay。我希望婚姻平权。希望我爱的这块土地可以更重视这一件事情。从出道的第一天起，佑仁毫不避讳地公开他的性向。嗨，大家好，我是佑仁，然后我喜欢男生。佑仁国中时就勇敢地对父母释放自己是同志的讯息，图爸图妈一开始也不能接受，想要把他纠正过来啊，也是改不过来。我说你不要乱讲，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佑仁已经有一个稳定交往的同居男友小杰，两个人很想结婚。我们觉得要让大家出乎意料。小杰的出轨之路走得跟佑仁一样顺利吗？胡佑仁又经历了哪些努力才能全然地做自己？谁又会前来打气加油呢？周五晚上9点，百变网红的出柜人生就在公视频道。谁来晚餐？南向喝醋冰短片征选活动开跑喽！曾经你的印象都不算数，现在用你的角度创造新印象。台湾与南向喝醋冰邀请你用。